夏天和小白裙这对 CP 我站定了，像这件配上珍珠耳钉和项链，上课、工作、约会都可以。喜欢就上唯品会搜心动买同款吧。买衣服上唯品会，超值同款，心动加倍。本节目由唯品会冠名播出，满口酥脆，心动滋味。本节目由每一口都超好吃的可爱多冰淇淋甜筒联合赞助播出，一起来电。本节目官方指定座驾一汽大众卓越驾控智能纯电 SUV ID4 Cross， 实力防晒，清爽圈粉。本节目由自然而然美出强大的纽西之谜指定赞助播出。不，马总就必须二选一了，还不如输了呢。先选谁？我坐大熊的车吧。嘴硬啊，就嘴硬。谢谢。是时候展示真正的实力了。哇！加油！好，来3、2、1。哇！加油！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自己一个人去看海，当我自己一人，这也挺可怜的。看，你看，肢体接触，原来你是这个游戏的。这么看，麦姐还挺喜欢他的。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好像认识你很久了。哎，我也会有这种感受，哎，就是说好像认识挺久的。这一片的大海，我可能就是飘在中间的那个易拉罐的这种。人成熟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慢慢认识自己的能力的限制范围的一个过程。哟，你还好吗 ？OK。又死人了，妆全花了。我帮你挡着就好了。啊！这谁的歌？随便放的。只要放点开心的音乐，好吧？来，等一下。你开心的什么歌？我最近在听米卡德了，可嗨了。啥呀？好像还可以。嗯，站在阿维利亚顶端的女人，她来了。才我想在后面扑一下她。你别吓她啦。你蛮爽啊，这个音乐哈。她换了，本来我音乐可好听了。开心一点。我好冷啊。我感觉你有点感冒了，走吧。我想去篝火那儿。走啊，我们陪你去。麦姐也太好了。麦姐真的是个姐姐。这里，坐吧，宝贝。怎么样？跟我说弄怎么样？怎么样？Yes or no? I don't know. Don't know 就是I don't know. Happy just okay, just okay. 哎呦，还有零食。你从哪儿偷的？哪儿偷的？什么叫偷的？抹茶饼吧，挺好的，还挺暖的。Thank you.
妈呀！哦。哭吧，不是，我的戒指刚刚在那儿掉了，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我就帮你找戒指。大熊人还是不错的。你们聊吗？这个好难找啊，这就是大海捞针啊。别找了，回去。你去吧，我找贝壳，好吧？说不定找不到你的戒指，我找到珍贵的贝壳。回去了，握不住的沙不如扬了它，该掉的东西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懂吗？对，可以。没事。说不定我马上就有新的了，走。没事，我找东西很一流的，金色的，你去吧。哎呀，别找了。没事做，等一下。没事。你去跟他们聊天，给我3分钟。你去吧。Hello。你们可以坐离火近一点啊！我觉得太烤了，在那里。太烤了。像刚开始的子佳肯定会坐在橙子边上的，现在离这么远。这种偏爱没有的感觉真的很不好受。我是橙子，我就直接带马东走了。在干什么在这里？就是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孔融让梨。往那一领，真坐那儿的。但确实，人家姑娘很孤单，然后哭成这样。好多人在那儿，她也不孤单呢。但是她知道这个姑娘为什么哭呢？不就是因为她吗？我觉得现在马董的一个心理就是说，他觉得这个又是他理想型，但是他有他的压力在，但是这个又对我很好，我又很舒服。但是真的，如果我是马董的朋友，我现在就会跟他劝他说，真的不是所有的好都可以给你沾的，就是你就选一个 ，That's it， 漂亮。息怒啊，我先息怒。啊，我实在不好意思，我真忍不住了，你就实在忍不住了。往后看，往后看，冷静。熊哥。归队，别找啦，找不到的。我在那儿找了好久了。可以明早等阳光了。我在那儿，我那找一个小时都没找到，算了。那个有火的，等，这个太气。去找了。我感觉马总他应该生活中就是那种不太会拒绝别人，怕得罪人，然后到最后反而把所有人都得罪了，包括自己。真的不能这样啊，马总。
银色的戒指吗？它是金色金的。都来了，没事，你们先回去吧，我找一下，反正我偷东西了。哇，找到了。哇，找到了。哼，还得是凯威呀，这眼神真行啊。真的找到了？找到了。谁找到了 Carrie 哥。哇，好棒，太青春了，开心了、嗯、我就回去，别人出我泪水，来来你只需听做最爱是流泪。谢谢师哥，不谢，谢谢大熊，真是你找到了，谢谢子佳。天哪，马董啊，哎，咋咋都难受。成哥，快去啊！快去啊！麦姐去了。嘿。我来找酒喝了，有我的座位吗？坐吧坐吧。我西陵导师麦姐来了。怎么突然这么伤感？巨蟹之间的聊天。哎，没有啊，我就自己一个人坐一趟。你就跑到这里来。我打扰你了？没有，那能。好想跟你们聊聊心里话，但是看到那个老师都哭了哈。嗯，也挺好的，找到了一个能聊天的女生也不容易。所以你自己也好纠结。我以为我不纠结，但是其实在那里的时候就看到他一个人自己在那里，觉得哎，心疼。我也不知道怎么说，这是万人迷的烦恼。我如果是万人迷，我还会苦恼。但是你现在完全是开放式的，你是自由的。我知道我是自由的。对呀、啊。所以我以为我不会苦恼。那今晚就觉得他们两个人的性格会有很大的差别。差别会有什么差别？我想听一听。就是昨天我在书房，嗯，其中一个就会说，嗯，我感觉你像是需要一个人独处的，然后包括当时也很多人在场，然后我就觉得我是不是也不方便进去，对吧？其实我觉得你需要陪伴。另外一个就当着所有人的面直接进来找你聊天，那你觉得肯定给你心里的感触是很感动的。嗯，他叫他进去他没进去。那我是觉得说哈，对于这种犹豫或者是说相对于没那么直接的，嗯，跟我一样都是属于那种自我保护欲比较强。如果说两个人都是这种性格，这段感情会很危险。对，会很危险，很难。有我们在呢，请你勇敢点，
你在我们面前真的可以完全做自己，因为我们对你是完全包容的。我觉得我们九个人彼此真诚就够了，所以我觉得做一个敢爱敢恨很潇洒的人，我觉得只有这个样子你自己才不会被束缚。是的，麦姐说得好，如果碰到喜欢的不要纠结，真的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两全的。麦姐 swag right here。 麦姐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我觉得有句话说得很对，但是其实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跟着自己的心走。我们现在是可能身边经历的多看得多，会慢慢把自己的心给包裹住，因为每个人都很害怕受伤，所以现在如果碰到一个彼此是喜欢的，就真的一定要好好珍惜那个人，永远不要伤害。晚安啊。天哪，别了，他自你看自己也难受，你说你看这样你说心不心疼，他也难受，别纠结了马董啊。我认识马董这种性格的人，就他们特别在乎某一个我没有说出口的感受你有没有 get到并且照顾到，他们永远都不会说，直接说出来我现在的感受是什么样的，那就是需要一个人猜，谁能猜到并且直截了当的去给予情绪上的安慰谁就加分，就是这种，因为我本人就是这样的。其实我觉得被偏爱这个事情也是男生身上也有效，橙子对马总的好都是没有人的时候，对，只有他俩的时候，对，反而可能马总想要的是那种就是比较明目张胆的偏爱，就是你关心我就在我需要的时候，而不是你觉得你合适的时候。橙子呢就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她希望别人更多的理解她，就是有一句话女人心海底针就是这样来的，就女孩子都希望得到偏爱，得到理解，得到有一个人懂我，就是太顺撇了，就是没有给够那种安全感，其实也是，但因为他们两个都是没有安全感的人，就他俩不在一个节奏上，对，他不在一个节奏上啊。但这不就是他慢慢开始了解了吗？慢慢熟悉了吗？不是，就一样的，但他的时间也只有这么点，就是没有给你那么多的时间让你做这个事情的，对不对？就真的，而且有的时候不是说你跟一个人在一块你就要负责任，有的时候你跟一个人不在一块也要负这个责任。我觉得其实我们这么着急啊，我觉得他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是更着急的，因为大的规则和大的环境在这儿确实是没有办法他直接做很明确的表达，但是我同样认同你的表达，是因为其实他从很多方面都可以给予更明确的信号。是的，但是这个信号太模糊了，模糊到最后他自己都在摇摆的时候，这是非常非常让三个人都非常难过的一件且痛苦的一件事情。在这也跟那个毛毛说一下，我们节目其实没有这么纠结痛苦的，就是你来了之后才变成这样的。是啊，啊不是那个，就是确实是你来这两期，就是没有毛老师，那行我唱歌啊，我唱哪一首？那个毛老师以后出去远行吗？远行，分车的时候就得开始较劲了。来吧，我们再看。好浪漫呀，这个地方神奇，浪漫的地方发生了神奇的事情，就是我的戒指丢了，从来没有找回来过。我在那找了好久都没找到，而且然后刚找到，我整个人都懵了。好好保存着，应该会给你带来好运。嗯，
嗯，好奇怪，今晚这个大伙都好情绪啊，子佳又哭了。子佳又哭，子佳，嗯，这今晚怎么了？这个风景有毒啊！哎呀，要不要去？或者把他薅过来，别让他自己一个人在那里。橙子，你把他薅过来吧。确定吗？他也许这种时候男，我不懂男生，我觉得你该去薅过来。真的，真的，那个、去。可是我刚刚我不想一个人静坐，就是有些东西就自己消化一下就好了，是自己情绪的问题。我很佩服你，为啥？因为我是一个很软弱的人。我是一个很软弱的人，嗯，有的时候会内心会有些不太自信。我也不啊，就是但是不想让自己后悔。你以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人。长啊，可见了，可见了。我是这么发自内心的这么觉得。就很多时候，我会就是在别人的肯定下，就是变得就是就会对自己多一些肯定。但是实际上，我对结局没把握，或者我对这件事情没把握，然后我就不敢。嗯。哦。说真的，你不要软弱，你把你自己想做的事儿，就是在不给别人造成困扰的前提下，把自己想做想说的都做出来，不要让自己后悔就好了。条件悲哀，生活里还有很多美好，我觉得我还年轻，无论怎样，我觉得我最后都是收获的。真的，但是我很想发泄一下，就是大哭一场，然后我在那儿就发泄了，哭了，就啊，你看到了，我一直看到你一个人，就是你从这里到那边，就是可能一直有看到，嗯，但是我知道，所以说他之所以现在就情绪负担比较大，一个男生都这样，我觉得也是因为他是一个很简单很直接，也很在乎别人感受，然后很细心，很善良，很自恋，很自恋，对，是。我一开始我会觉得我不在乎结局，但是人哪有说那么容易的，偶尔你会想到这件事你还是会难过，就不可能不难过，就我也控制不了自己，不然我今天真的不敢出现在大家面前，因为我觉得我的负面情绪会影响到大家，我就不想，我想一个人去把它消化掉。不过在这个环境下，我觉得大家的情绪都被放大了。嗯，没有啊，你看。哎呀，这两个人啊，这边还在偶像剧，那边那俩都那样了，俩人搁这。下光，你好亮啊，彼此啊，大家都挺亮的。月亮又出来了，真好看，好想吃牛百姓，巨好吃。苏打柠檬茶配上那个鸡蛋包，再涮上一锅长寿面，我要疯了。
那感觉刚刚那场面很美好，你很难见到现实生活中有这么美好的场面。不常见。哎呦，就是感觉他们两个都是好女孩。我心疼橙子，说实话，就我觉得在自己喜欢一个男生的情况下，我还能对另外一个女生说出这番话，我心里得有多疼啊！就虽然我没有表达出来我的伤感，但是我心里也太疼了。她就是一个很孔融的女孩。橙子在说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她这个时候，就是心里难道一点埋怨马董都没有吗？她还在维护她，还在替她说话。我觉得其实两个女生一直也需要一个彼此交流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几个那个瞬间我是看上去会觉得很美好，因为我突然想到了第二集有一个瞬间，赵琦君、君君跟威廉他们两个人的一句话，那句话就是让我跟凯哥两个人就一下就崩了，就是两个男人同时喜欢一个女人，他们的方式就是到最后了只说一句谢谢你，都是在这里看到的很真挚的画面，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感触。来吧，各位侦探，我们提提神，接下来要连线了。Cutting the cord, and I started to fade into your grave. See, I finally opened up my eyes, and I saw me coming back to life. That I'd be better without you inside. It's time to be someone I wanna recognize.满口松脆，心动滋味，凯多每一口都超好吃。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凯多松脆推理时刻。我们这一次每个人随机抽一个人的选择，但是我们有九个板子，所以我们其中的两个人是可以选择两块的。如果你都答对了的话，两颗原石都属于你，如果其中有一个人答错了的话，两个原石都没有。哦，我来吧，反正我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那我来吧。未必来个两次的啊，来，大林子先来一个吧，先来一个吧，那我可不，就他了，哎呀，这可难猜呀，谁呀？赛马，我哎呦我的天，想不到他给谁发呀？你说这东西，哎，大林子有几个原石了？我六个，嚯，哎呦我天哪，马上创线了，不好弄了，哎，你不好弄，不好弄，真的许什么愿呢？来，其他人随机抽吧。来吧，我这个很简单呢、啊。嚯、哦！谁呀、啊？我这麦乐迪，我咋选呀、啊？哎呀，锁了锁了。那个，我有几个原石了？哦，你也六个了？这怎么？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双龙戏珠吧？你们俩直接贴一块，别让人家再两个板。转一圈啊，我们从毛毛先来，好吧？你觉得罗老师发给的是凯瑞？凯瑞，对。哎，罗老师也开始出手了啊。接下来，大熊，马老师，大熊发给的是小孔。小孔啊？为什么呢？那个小孔不是哭了吗？对，这不安慰一下他。有可能给找戒指找半天。子佳给小孔，小孔给子佳。对，双向了啊。接下来我们俩就别客气了，在这儿呢啊，这是我们俩。歪歪爹，凯卫罗老师木有问题啊。好，两个选择，第一个麦姐，大熊，另外那个是橙子给子佳。对。心动就行动，上唯品会搜，心动就能买到小姐姐、小哥哥同款。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唯品会心动揭晓时刻。来，首先我们要看的第一位是麦姐。麦姐，
文字游戏想说的是其他。哦，麦姐看来其实挺喜欢大熊的，挺喜欢大熊。接下来，橙子。记得早点休息。也不想点他了呀，感觉点挺透今天。车那波其实是吧？对，看景都已经。来，接下来 Melody。Melody 跟 Simon 现在已经烦了，我们俩真的不知道发啥了，反正是我俩发。我不知道自己真的被这么热烈的爱护着。嗯。我们需要时间慢慢来吧。稳定。稳定。而且已经在即将结束之际有想慢慢来的心了。 Very nice 小孔了。 What？ 谢谢大熊在我情绪崩溃的时候安慰我，说笑话逗我。来，接下来罗老师。哎呀，哎呀妈呀，这个挺好。我们罗老师老整这种科啊，这种科可打人了。这俩人发短信都是这种。哦，后边还有今晚的回忆会无比美好。哎呀，开始还觉得有点早，但是相处完觉得刚刚好。好像认识了很久。来，接下来大熊。我马老师觉得大熊发给小孔啊，反正小孔发给的是大熊。妈，还双向了呢。 Melody 还 Melody 啊。哎呀，这孩子真犟啊，不达目的不放弃，继续努力吧，鼓励自己呢，在这儿。哎呀，不给自己留遗憾呗。播出之后收到了一条 Simon 的短信。好啊，你给我等着，咱俩是时候该聊一聊了，我要治治你的小脾气。来吧，凯威。找一点和你相处的方式，以后尽力会让自己柔和些，不至于让你有压力。这是有效聊天，两个成年人之间的正确相处。对，来吧，我们看看 Simon 又腻咕啥呢。 Simon 按你的节奏来，我不急。他们可能聊了节奏的事情，都聊到了节奏了。对，接下来最后一位流了泪的马董，我们看一看子佳的选择是。我都替他难受，老难了。注意到了，你在海边坐了很久，就感觉突然能连接到你的心境一般，感受到了你的不开心，记得早点休息。我跟你说，今天这一晚下来关系大转变，你看吧，从明天开始这就是另外一个局面了，我觉得很。因为之前一直都是小孔主动，但是接下来可能不一样了，他要有反馈了。嗯，来吧，那我们原始走一走。毛老师有一个。那毛老师来一天就赚俩，我在这做了这么多戏也就仨。也就仨。雪琴，对了，哎，行了，俩都对了，俩都对了，哎，行了啊，可以了，四颗了啊，来，接下来，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来，三二一，哎呀，五，发过了，发过了，啊，好，我们的远行还没有结束，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走起。嗯，是吗？能在明天邀约心仪的对象进行最后一次的单独约会，最先发出邀请者将获得唯一的约会权。先到先得，被邀约是不能拒绝哦。所以这是一个赛跑比赛，对吗？这是我们这一季最后一次至关重要的约会了。如果一个人被两个人同时邀约的话，那么先开口的那个人就算数了。
还是记住啊，先到先得。今天我说大熊指定不睡了，就在帐篷门口等麦了里，就在这就等。哎，我想吃宵夜，我也想吃宵夜。想吃宵夜，那就烤点肉吧。来，可以烤，可以烤，没问题。去洗漱啊，等一会儿是吧？了解。完美。嗯。掐指点儿呢吗？现在？这真挚的眼神又是。哎呀，你收到短信没？收到短信。哎呦，就是明天。哦。要不要？不是明天。现在了。已经到了，过十二点了。然后呢？所以接受吧。好。嗯。甜的呀！哎呦。哎呀。海威太可爱了，我天。海威就是那种憨憨的直男。就是我喜欢你，然后我也藏不住，两眼放光。Respect。嗯。你俩快点的，快点的，别被人约跑了。来了，别烤了，还烤呢，还干活呢。哎呀，来了，偷吃，怎么了？特意说的很大声，干嘛呀？快啊！小心，有没有人给他们报个时啊？叮咚叮咚，十二点了。啊，这是什么呀？随便炒了个蛋。炒的。不是煮的吗？对，只能这样吃，试一下。不能放了吗？可以放了吧？他那锅烧了，给我个东西垫。走了。啊！他们专注烤肉了。萤火快。这个感觉，怎么慢？慢了点。不可以拒绝。你们有收到那个短信吗？啊，有啊。有人约你了吗？没有啊。OK， 现在是5月1号，那我是5月1号最后约你了。如果是5月2号，那5月2号再说。大熊太刚了。完。Oh my god！ 真行啊！弟弟是不是还不知道过了12点啊？大熊太凶了，我的天！太厉害了，我真的凭大熊这个性格啊，指定是刚了，又倔又刚啊，犟又刚啊！拼了，感觉他拼了。马老师 ，Simon 是怎么回事？怎么想的呢？你跟我说一下。我觉得他呢，在潜意识里面肯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跟 Melody 是稳的，所以他也不急。就算有人去约了 Melody， 他也觉得这个事儿没危险的。都没事儿，啥意思呢？是就那借此机会让大熊彻底死心。这是最后一次约会了，很有可能最后临门这一脚啊，会有很多的改变，我们都不确定。你就到处这样？那我怎么办？他们在那边一起洗脸。谁呀？那个妹妹和那个指甲。哈？啊？我又没地方洗。啊！太可爱了，还能怎么办？其实是不是橙子还在等马董会不会过来找他？要一起吗，三妹？吃完这个。冰，一会儿你把我的洗面奶带上。
OK 吗？好。或者我看吧，我还要拿个牙刷回来刷牙。点了。来干嘛？我买了什么？啊，素颜害羞。来，快放。可爱。韩逸仙，谢谢。来了来了来了！我问你个小问题好吗？你希望明天早上看缘分，还是说你希望我能够主动的约你？这个我想知道一下，都可以讲，没有关系。我觉得我只想知道你内心的想法，我不想看到你不开心。我觉得要结束了，还是要逼自己迈出这一步，虽然我觉得也很难。但是我不想让你为难，或者说不想让你像今天这么有压力，所以我问你一小下，就是你希望，哎，马董说点什么？如果你觉得不好回答或者不想回答的话，你也可以当我没问过。如果你想说的话，你就可以说。我先。好。明天还要约会啊？你可以不约。一个月没的被拒绝，那你就跟自己的星座呗。那我明天约你。啊？明天约你。哎，我干啥？那他刚才不说，那咋说呀？我已经约了小孔了。我明天约你吧。什么呀？啊！为什么要这样对两个女孩子啊？我觉得这个也是马董非常艰难的一个决定，也是其实我们一直想看到的，马董什么时候可以做这个决定？小孔本来已经酷酷的说：“哦，那明年没有约不约呗。”他又觉得自己都没戏了，完突然说：“那我约你吧。”小巩也是懵的，当时，爱和恨全被他操纵。哎呀妈呀！早上好。早。哎呀，又遇见了，早上坏了，坏了！你刚来洗漱吗？对，我刷牙。我头发是不是跟鸟巢一样？有一种很蓬松的感觉。所以，就是。你今天有约了吗？我可不可以邀请你？哎呦，我的天！我看他还咋说？
昨晚。我已经邀请。你已经邀请了他。哦，我的天！说出来了。我已经邀请。你已经邀请了他。好的。哎，好心疼程程哦。残酷的真相。嗯，拜拜。如果这两个人有一个人就是在勇敢一点点，可能就是会大不一样。就我觉得就是橙子这种慢热的人其实本来就难对一个人非常上心，他好不容易对一个人上心了，然后我觉得他是认真了，所以他哭了好多次，到最后只是换来一句原来只是我自己在幻想，这句话我觉得太伤感了。现在有我真的就挺心疼橙子了，他为了这段有可能存在的感情改变了自己很多之前没有做到的东西吧，可能也变了自己的性格，这也就算给一痛快吧，就起码马总能勇敢地面对这段关系，也能勇敢地面对自己。就是因为我们比较了解他的性格，所以知道他本来是一个自我安全感很差的人，所以壳比较厚，所以分寸感比较强，所以比较腼腆。然后他因为喜欢，所以又做出了一次改变，但是这次改变对他来说其实也没给他特别好的结果。这个那他遇到下一个人，反正我觉得就又更胆怯，想说我这次是不是我又会错意了，然后又开始往后赌，这个会变成一个。我真的觉得有时候这个 timing 我们都是站在上帝视角或者马后炮去说什么什么 timing 很重要，但人在那一刻的时候我觉得没有抓住就是没有那个缘分，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说我知道哪个 timing 是我一定要出手的，人和人之间他就有那个，没有就没有。你对我发出了心动的信号，但我那会儿就是没收着。对，就是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他俩在这个感情当中已经不对等了，反而是小孔他还是比较有保留自己哈，他挺洒脱的那个劲儿，是不是你越在乎或者是你越想要留住这段感情你反而越留不住？通常来说是的。是吧？但是各位，这并不是结果，这只是他们在一起最后一次的约会嘛，对吧？这并不是最终的选择，是因为还有其他人呢。所以就目前来说，现在这个结果可能 Simon 还不知道，还蒙在鼓里，这傻小子。我们的小 Simon 呐。接下来他们的约会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下期再见了。好的。上唯品会搜"心动"买节目同款，让他心动加倍、加倍、再加倍。
本节目由唯品会独家冠名播出，满口松脆，心动滋味。本节目由每一口都超好吃的凯多冰激凌甜筒联合赞助播出。智能电动开始大众，本节目由一汽大众卓越驾控智能纯电 SUV ID.4 Cross赞助播出。实力防晒清爽圈粉，本节目由自然而然美出强大的纽西之谜指定赞助播出。各位，我们下周见，拜拜。人手一件的白 T， 想穿出新花样，先准备这些工装马甲配经典款板鞋，简单穿出街头风，叠穿衬衫和金属项链，这搭配绝了！这些都是我喜欢的牌子，喜欢就上唯品会搜心动买我的同款吧。你知道他刚才说的那几句话是我一直跟我自己说的几句话，就是人慢慢成熟，就是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能力的范围。就是小时候你都觉得我可以变超人，我可以变奥特曼，长大了发现哦，原来我不行。但是你慢慢接受自己的时候，你就会找到一个新的方向，你就会对你的生活不会觉得那么的无助。当你意识到自己的能力范围在哪里，主观和客观的了解之后，你才能知道我什么是我可以掌握的，那我就去掌握一些什么，我要去挑战一些什么，我可以去挑战一些我能力可能达到的，而不是就只是在幻想梦里。人还是要承认自己的平庸嘛，是知道自己的能力范围在哪。我觉得最好的状态就是你知道自己的能力在哪儿，你很成熟，但你依然有一个很不切实际的梦想。哎，这就是为什么每次我们提到勿忘初心的时候会觉得那么的炙热，因为那个是最开始的我们和我们想去奔赴的那个我们。很久没有看到过阳光海滩了，我已经可能吃了一点时间上的亏，这次时间上的这个亏就不能再吃了。我有算犯规吗？哎呀哟，就你已经在告诉我说我 OK， 我哪怕那天没有答应你，之后下了节目还会追我，是这个意思？哎呀，这生个病好像变了个人一样，好像没那么嗨了，嗨不动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搞不懂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如果我们纠结在别人的状态里，其实我们会变得越来越纠结。嗯，我喜欢你，我愿意为你去付出这些东西，我愿意去争取，就够了。特别的开心，每天说要分，然后还有你接我的时候，我都感觉特别幸福。啊，哎呀，真心话大冒险呗。嚯，漂亮。你会害怕因为友情的关系，所以会回避爱情。哎呦我的天哪！今天如果开心满分是100分的话，你打几分？真的是名场面，我觉得这一季我最喜欢的这一段。早餐店，透不过去拥挤的地铁，还没睡醒又开始新的一天。摩天大楼下城市很美，云层之中有甜蜜的约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心动的信号 pick 你喜爱的 CP， 超多精彩福利等着你。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打开腾讯视频 APP 搜索你喜欢的嘉宾名字，关注他们的创作号，每周都有大惊喜。上腾讯微视搜索心动的信号，节目海量短视频刷不停，腾讯视频 TV 版、极光 TV 同步播出，大屏观看更畅快，在播放框下的讨论区参与话题讨论，尽情开麦，真香福利不定期掉落，加入心动的侦探 Duki 圈，与你的小伙伴们敞开聊。心动的信号第四季，更多精彩资讯尽在 Zacker 界面新闻单身青年自救平台。感谢腾讯娱乐、腾讯新闻、 QQ 浏览器的大力支持。
每周三周四20点更新上下集，会员抢先看，周五20点加更版，给你更多加糖好料，还有个人直播等惊喜物料，不定时掉落。害羞，给我东西抠一下，难受。你是不是都没有跟我说过你最喜欢吃什么？螃蟹，我什么都喜欢吃。而且我说老实话，我真的很少这样子，我是真的发自真心的想要了解你，我才会这样子。